呢个系我阿爸，佢最中意就系同我玩斗快掹枪，但系呢次系佢同我玩嘅最后一次。请你啊 Sir， 警察社一定要俾钱。阿家 Sir， 呢度大家行下咯，真系，我就想俾条路你行。你冇谂报仇？你应该知道我系做警察噶。点解会系佢噶？我问你呃咗我几耐啊？你唔记得咗啦？佢系披住狼嘅狗嚟噶咋？你唔记得我哋背后开枪咩？如果真系有呢一枪，你一早开咗啦。我对你好失望。我都唔明点解你对我有期望。真相不是看表面的，原来你都信主的。我信冥冥中自有安排。居白平六，六步之内杀你去。我最喜欢警察和我合作，怕我你嫌我烦。我不会给任何人掂佢，你杀佢最得。你几时见过人潜落水保护条鲨鱼啊？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表面嘅睇起上嚟就唔一定事实系咁样嘅，明唔明啊？